这个宽体不只是好看而已哦，我觉得它手感很丝滑哎，我开给你们看。这个手感真的很好哦，这真的不是那种心理暗示的，是你真的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它变得很丝滑。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它太帅了，以至于我觉得它变丝滑了，但我总觉得不至于帅成这样吧，帅到连手感都变了，这很帅啊这个。啊，很可惜的就是地狱猫是纸车哦。哦，拜托出一个活动，让大家这个心心念念的纸车可以有机会升级成金车，好不好？我很希望可以这样子的。像地狱猫就是我第一个很希望可以变成金车的车辆，还有那个 R35， 日服的 R35 就是金车啊。但是毕竟那是日服哦，我是觉得可以，因为现在纸车都拿不出来了。搞一个活动来让纸车可以有机会变成金车，我觉得是很棒的。我都替官方想好了，他们就弄一个这个一系列的活动。假设我们先从 R35 开始好了 ，R35 传奇活动，你要完成一系列的挑战，包含你的车可能要先满街满改。你完成一系列挑战之后，它就蜕变成金车了，不错吧？当然，希望这活动可以是免费的，免费也比较合理啊。假设变金车还要额外收钱的话，只会被人家说吃相难看而已。只是因为有鉴于未来一定是全金车的啦，没有在纸车的了，那我就觉得现在纸车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它单纯是被分成纸车而导致它的战力不足，对吧？未来如果想要让他们有出场空间的话，除了变成金车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了。现在时代就不一样了嘛，现在什么东西都要钱啊，而且都很贵。一旦游戏厂商赚到了一次，那就只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绝对不会有更好的优惠，只会越来越贵而已。就是胃口被养大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灌篮高手。灌篮高手当初最贵的角色是什么？集训樱木花道，再来集训流川枫。然后当大家都以为那已经是最顶最天价的时候，没有，接下来传奇，抱歉，还有传奇。那变成说一只角色要你花7-8万台币，好像已经是常态了，你知道吗？就大家已经默默的就接受了，厂商当然自然就会变本加厉啊，对不对？就是一旦让厂商尝到了这个营收的这个高峰，基本上只会越来越盘啊，没有再优惠的。那一旦一个游戏开始不断的降价给优惠的时候，那基本上已经是快不行了，就是最后官方也不得不妥协啊，对不对？所以你之前如果有玩过灌篮高手的，你就知道游戏厂商的吃相只会越来越难看而已。就像宽体一样啊，当初可以直购最贵也才1600多彩钻，现在要你用抽的动不动就要花到7-8千，是不是？对啊，未来这种东西就越推越多而已了。学武藤游戏，你说跟观众借钱吗？跟观众借钱去赌哦。然后人没啦。这我倒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柯尼是台服要用抽的，然后陆服可以直购。那有很多人去吵这件事情吗？还是因为他是柯尼，所以大家也不是很在意？不过那没差啊，阿扎七至少大家都一视同仁嘛，对不对？只是这种东西，未来还是会一直出啊。对于喜欢收集外观的来说，对，就比较可惜了。你除了花钱之外，你没有别的选择，而且花的还不是 一点点而已啊，那个量其实也是蛮多的。至少对于我来说还蛮贵的啦，我不是那种很有钱的人。对于干哥来说，可能就没差哦。
说大陆火影忍者哦，刚才是坑中之坑吧？大陆那个火影忍者手游超卷的耶，又要 PVP， 然后又要看你氪金程度，你没有氪金，你基本上没有游戏体验的。那也还好，知不知道 DNF 手游更可怕哦？现在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啦，很奇怪啦。想当年你玩的那些什么百变恰吉啊，还有什么，你们还可以想到什么氪金游戏？早期的那些氪金游戏主打终身免费嘛，然后有商城制这样子，哎，根本花不了多少钱哎，你花个几千块，你基本上里面的强势的所有的道具你就全都有了，玩得很爽。假设未来出个百变恰吉手游的话，那肯定不是那个样子。你要这个装备用抽的，价码直接十倍在跳的，跟当年真的不能比啊。可能是全世界的人收入都提高了，我不知道。